虽然说你常常看起来很冷酷又恰北北的，可是你天天骗不了人呢。你不要乱管我的闲事好不好？没有把握可以做到的事情，凭什么随便给别人希望？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呢？的甜点店，8月16号起，周五晚上10点，卫视中文台。